大家好，我是 Gina 敏敏，终于预约到可以打疫苗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打疫苗咯。由于在打疫苗的地方不允许拍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拍给大家看啦。那么我今天要去接种的疫苗是辉瑞疫苗。之后呢，除了手臂特别的疼痛之外，也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哦。那么我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喽，希望大家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然后这个病毒可以赶快远离我们，拜拜。